好，105度 C， 如果你想练的话，它右上方已经写它的和弦就是1 4 5 3，然后6 4 5 1，这八个和弦一直轮回，就这首歌了。好，好，所以是嘣恰嘣嘣恰嘣，好，一样全部都打这个节奏，所以 C 和弦进来是先不要 C。就是在帮你打节奏。好，所以如果你练手捧掐捧，你可以把它变成捧掐捧，嗯，捧掐捧，一二三四，排六七八，一二三四。网站相簿里面索取就可以咯，欢迎订阅小铃铛，谢谢您。